我们就说了四个。请继续。顾客。有。啊。哎呦，我的耳膜都要破了，彭和弟。啊，剪刀，泥土，有花泥，有。那。啊 ，OK， 钱，花店吗？正确。还有。贼。你要不要往好的方向想一想？有贼的话，我觉得还有警察。警察，他下去扎的都是同一个位置，知道吗？都定格了，上脑了，好痛！接下来请红队出战。好紧张，没事，反正踩都是一起踩的。真的很痛啊，站在上面都痛。请问出去旅行女生会在行李箱中放什么？衣服、袜子、牙刷、鞋子、牙刷牙、toothbrush 牙膏，他说牙膏、口红、身份证、腰带、眉笔、眼线笔、帽子、睫毛膏、钥匙、钱包、洗面奶、那个面霜、笔记本电脑，粉底液、电池、耳机，你看笑柄、手机、指压板、护照、漱口水、三、遮阳伞、防晒霜、三楼，时间到，完了，我觉得我们比他们难好多，你们比我们简单，简单，请 baby 听题，请问出去旅行，女生会在行李箱中放什么？那可太多了，这个很简单呢。女孩行李箱里还会有什么？衣服、鞋、洗面奶、牙刷、牙膏，还有什么？让我想一想，还有什么？你再想想化妆的，卸妆膏，Ha ha ha.